我是中新社记者周瑞辰子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扎西科赛马场。这里刚刚结束了玉树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庆典，下午这里就迎来了民族体育运动会。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完全没有影响到当地人的热情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坐满了为运动员们加油的观众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一看民族体育运动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吧。这场为期3天的比赛包含了压加、举沙袋、拔河、走马、赛牦牛等项目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举沙袋比赛，形式简单粗暴，谁最终举起的沙袋最重并且走到指定区域算谁赢。这位大哥挑战的是全场最重的370斤沙袋，怎么感觉他举起3个半我一点都不费劲呢？我以为我能搬得起来它。啊，这马来西亚，这大个马来西亚的，太猛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平时很少见到的压加比赛，又称单人拔河。参赛选手通过特制的比赛器材进行个人力量对抗，对场地、器材、人数要求较低，更便于当地的牧民在草原上开展。现在在我身后的呢，就是等待参加走马比赛的运动员们，让我们去问一问他们走马比赛和赛马有什么区别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桑尼玛。走马比赛和这个跑马比赛是，走马就是，最主要就是步伐，跑马就是按照那个速度赛，就这样子的。哦，那咱们其实这个走马也是要看速度的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其实就是和咱们的这个赛跑和竞走的意思有点像。竞走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知道了，谢谢你。高原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变化莫测，刚刚还阳光明媚的赛马场上，现在已经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但是运动员们还是在积极的比赛。我们可以看到马上有一队马队就要从我们身边经过了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有更好的成绩吧。赛牦牛也是这里极具代表性的一项运动，由于牦牛生性倔强，很难被驯服，所以比起赛马，赛牦牛更具有挑战性。看完这些刺激又有趣的比赛项目，你有没有想试一试的冲动呢？